啊，你敢真正唔知影恁爸爸是啥？知是知啊，啊，不过我若是讲，你一定感觉我伫咧骗你。啊，那会啦。啊，即摆你是我的新妇啊，我应该爱加了解你一寡。啊，若无以后咱大家新妇是要哪相处？你讲对无？啊，你做你讲啦。算起来，我妈的感情路算是真坎坷。像唔爱偏偏去爱着一个好野人，倒会笑呀。后来阁互歹查某横刀夺爱，所以伊只好家己离开啊。那安尼，那安尼你妈呢？伊即摆人伫迄度，伊即摆到底是咧创啥？我毋是讲我妈人伫国外，伊个头脑足好诶，特别是会计方面。哎，赶快去会计。这人多好，妈，啊恁那几个面啊哩气顺顺，我是伫咧讲我妈的故事，恁来读到这么激动，不输我伫咧讲你的故事同款。你妈又袂讲，我无安怎啊，我真好啊。迄阵我的气话，甲妈气气着。伊讲毋是伊无法度嫁入去林家，是因上对不起妈。敢讲妈真正甲林子生伊妈妈熟识，过去嘛有怪恩怨。未来，你完了无？你嘛是背后囡仔，我子生啊！咱不是讲我要去登记，户籍事务所伫咧头前啊！你紧起来，有听到无？孩子，是我迟到啊！你看，手机我拢买来啊，是你家的迄款啊！啊，未来，未来，未来，你有听到我讲话无？为什么开始，小未来，你就是林太太，是我林子生的牵手。那安尼，你看林奶奶，啊，伟大，伟大，伟力，看，看去，老，你醒醒，我就没有听，你有听见不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林子生，回来！你想怎啊？做伙伴哦，啊，那在老宝赛，我听了你在叫未来，是啥的未来啊？我叫你这边从啥？我帮你什么？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来阵讲我爱管哦。我是看你敢那无啥爽快，所以好意关心你尔。阿姐啦，我等我起床去。啊，你哪来？手机我买好啊。我知影你讲你会处理，啊，不过你足无用的。啊，我想总袂让恁妈安尼一直怀疑，所以我就先去买啊。我唔知影你的 size， 我大约抓一个，你先试看麦，若是袂合，我再提醒我。我唔是讲，我妈那边我会处理，敢有需要这么赶紧买？